对啊，我记得他五月天的歌一出来，是不是大家都会唱？对啊，都是大合唱在那边。因为那个阿信在那个对岸的那个演讲的时候，用这首歌当主题曲。哦，对对对。阿信就说这首歌是他的人生价值观，代表他的一首歌这样。对对，这首歌叫《倔强》。好，那希望大家把我们当五月天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好，会唱的一起唱。好，这首歌《倔强》送给大家。我只是我自己的手。